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十八号以线上会议形式召开。连日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持续在社交媒体发起所谓的声援行动，鼓吹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而民进党当局也趁机抱大腿，积极互动。对此，台湾岛内网友冷眼旁观，认为所谓的美台关系不过是加了滤镜的冒牌货。 继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接连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的贴文后。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连日来也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要所谓声援台湾。美国在台协会三号声称，洪都拉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已致电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他同时声称，身为洪都拉斯代表，他要带领由各国组成的联盟，要求世卫总干事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所有关于新冠病毒的技术会议。 美国大打台湾牌，民进党当局也赶紧抱大腿。台涉外部门声称要全力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不过，对此台湾岛内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反问：“难道美国可以主宰全世界吗？”还有网友表示：“所谓的美台关系不过是加了无数层美颜和滤镜的冒牌货。” 美国方面只出一张嘴，只挂一个名，就通过民进党当局将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收入囊中。台美之间从来没有铁到不能再铁，只有民进党当局贴到不能再贴。 二号，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也强硬驳斥美方涉台言论。他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中方敦促有关国家认清形势，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借疫情操弄涉台问题。 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意谋独的操作，国台办此前多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不容挑战和践踏。世界卫生组织是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根据联合国大会、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决议和世卫组织组织法，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无权加入任何有关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都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